九本最无脑一字华流派，石头人女巫八地阵，九本石头人超级肉六千血，相当于两个三十级蛮王，分裂成两个小石头还有2400血，连弩秒伤才80点，可以扛足足105秒。然后你原边还能要一个小永王，血量直接达到7200血，什么概念？这可是才九本呐、啊！当然，光有前排还不够，想要 C 还得是女巫，召唤骷髅无限续航。九本没有地月塔的存在，那女巫完完全全就是真神。再带8个地震，日强那不存在的。有前排，有续航，有输出，不吃王等级，随便下兵就能三星，绝对是九本玩家的首选流派。配兵也超级简单，2个弓箭，10个炸弹，3个法师，女巫带8个能打能扛，3个石头人做前排，8个地震开墙，1个骷髅药水，看情况给援兵要弓箭手、法师、小永王和高级毒药，就算遇到电龙援兵也不带怕的。今天之所以出九本教学，是因为我偶然看到部落冲突最近居然还有32万的下载量，对于目前国内的热度来说已经很不错了。毕竟咱还是要照顾一下新玩家，这流派打起来也是真简单，直接4个地震开城墙，然后再4个地震开另一边的城墙，对，然后两边各下石头人，换一下边，大战人2个或者3个开墙都是可以的，对，中间给石头人，给女巫，啊，男王侧边，女王中间，啊，随便给，对吧？小永王给他中间，小永王只要是帮我们的石头人增加血量的上限，每一个石头人都可以增加1000点血，当然这个女巫和骷髅也是能享受到的，这边有个裂开通，直接给上毒药就行了，啊，这高级毒药杀雷装是毫无问题的，对。小永王相比于大永王，他只是没有精神而已，但是血量的加成是很高的。这边爆本，后面就很简单了，是吧？中间掏空的话，后面就只剩收尾了啊！这个女巫的续航也是特别特别的屌，好吧？无限召唤骷髅，是不是？时间啊，剩的很多。这个流派完全不需要什么操作，特别的无脑，九本玩家一定要去试一下。